Hype 在 Weverse 的公告引发全球粉丝怒火。最近许多粉丝留下了有关巴勒斯坦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讯息，希望让偶像知道实况，也希望偶像和粉丝们可以团结起来帮助这些因为战争而受难的人们。然而 Hype 却在 Weverse 推出了不得歧视或宣扬对任何政治立场、宗教、性别、残疾、年龄、种族、地区、职业等的偏见发文。这则公告明令粉丝们不能再与 Weverse 讨论政治相关的话题，似乎是针对支持巴勒斯坦的粉丝们推出的禁言规定，让粉丝们批评 Hype 居然在粉丝平台搞言论审查，可见 Hype 的立场绝对不是站在苦难的那一方，真的让人很失望。 Hype 干预言论自由也引发全球粉丝强烈抗议。